佛山米塔数字化装备实训营第九个实训项目，这个实训项目里头是把数字化的力库跟数字化的 AGV 整合在一起。后续呢，我们会完成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的数字化力库、数字化机器人以及数字化 AGV 的三合一。在这个项目里面，我们把 AGV 的操纵面板已经整合在这个操纵面板里面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换一个视角来看，对于 AGV 的操纵可以通过面板来操纵，可以转头啊，可以前进后退。好，那么之前我们在第二个项目介绍的时候呢，也介绍了这个数字化的力库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化力库跟它的整合，我们都整合在一个博图总控的操纵面板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力库的数字化模型以及物理模型的运动。有关佛山米塔数字化装备实训营第九个实训项目介绍完毕。